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胖鱼大。今天给大家开箱的呢，就是这双361度的 AG 二代。整双鞋呢，采用了白蓝紫的配色。说实话，刚拿到手的时候啊，我甚至觉得它不像一双篮球鞋，真的长得特别的小巧，整体造型很犀利。好，还是老规矩，屏幕前的你觉得好看的扣一，觉得不好看的扣二。首先，我们看重量，41码，单支423克。我们看鞋面，鞋面呢采用了针织加热压的材料，使鞋的整体性非常的强。然后前面系鞋的地方增加了飞线，增加鞋面的包裹性。然后我们看中底，中底前掌采用了 NF 的缓震科技，还是比较软的。重点后掌采用了 Quick Foam 减震材料，这个后掌真的可以说是我目前穿过的最软的篮球鞋，踩屎感真的太足了。也不知道这个后掌过软对实战会不会有影响，只有后续使用过后再给大家答案。TPU 呢，采用了361度的 X 科技，增加抗扭性，一大块环抱的 TPU 片，采用了渐变配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里有一小块纤维的贴片，增加科技感，也不知道实际用处有没有。好。大家可以从上往下看啊，鞋的外侧做了加宽处理，增加防侧翻。然后看鞋底，中底的抗扭片啊，一直延伸到了鞋底。大家可以看看抗扭转，给大家扭一扭。内侧这里有孔洞，增加了透气性。好，最后总结一下，总体来说，这是一双颜值超高篮球鞋，加上价格性价比非常不错。当然，这期只是一期静态的开箱视频，具体的实战表现呢，还要等后续的测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。